唔想唔想去撩嘛？我带去打飞机，带着飞机。光哥，你不要这样吓人。你要带他拍照。那个，心脏病都被你吓出来了。对，你在外面听是这样啊，就是说你在里边听没那么大声。是啊。他不会看的。听到你搞。光哥，没坐过飞机的人。看到你这样子来弄他都不敢坐飞机了，宁愿坐高铁。他坐啊，他坐我就带他去坐。其实坐飞机还是很舒服的。我还在带你去那里太坏了，这个太坏，去带他去海边，顺便带小孩。那里太坏呢，那里水了。呀呀呀呀！光哥是吓人来的。电话去嘛，他说要不去，去海边要不去，坐飞机要不去。关哥被你这样说，他还敢去吗？就是，那不说，等一下去到那里，他，你要不说明这个情况，等一下去到那里吓到你更加难，是吗？那你去那里，去那里。那就是去过。啊，就是。Hello， 然后小孩子不是准备要放假了吗？然后松松就放假了，还有两个小的还没有放假。放假之后呢，决定呢带小孩去玩一玩，半个。但是最近呢，平台有活动，就是这个月7月29、30还有31号，平台锁定我们小凤的直播间。对，然后这三天呢是平台搞的一个活动，就是那个好物狂欢节，7月好物狂欢节哦。然后狂欢节呢，小凤呢会在直播间给大家送礼哦。所以说，29号开始哦，大家就要记得来小凤的直播间哦。到时候光哥和小凤呢会给大家送很多礼品啊，我们家乡的一些特产的一些秒杀活动啊，大家一定要记得过来哦。我们等把这个活动搞完之后呢，我们再去旅行。同时这个好物狂欢节呢，对小凤来说呢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活动，因为它会有一个业绩打榜啊，让我们一起冲冲榜好不好？好，加油冲！是的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凤，我们准备呢要在这里弄一个我们工作的一个基地在这里，然后今天呢我们先来考察一下。你看这里的风景真的很美啊，然后在这里搞一个工作室，搞一个基地，以后呢你们来找小凤玩，找光哥玩呢就可以来到这里了。你看这里多漂亮，来把镜头照一下这里的风景，下面有好多好多桃树的哦，所以说一到这个桃花开的时候，这里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漂亮，这里空气很好很好，你看多凉快，喜不喜欢这里？喜欢是吧？然后现在和光哥还有一些领导来这里考察一下，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帮小凤看一下这个适不适合我们做基地，反正我是很喜欢这里的，空气好，然后又有瀑布又有游泳池。我们再带大家去里面去看一下，走了，可以看一下我身后呢，这一个是游泳池，然后工作累的话可以在这里游泳，或者去干活回来之后呢可以在这里游一下泳。什么鱼？有鱼吗？哦，里面没有鱼。为什么？你看这个是山泉水哦，在山上流下来的。哇，好舒服啊。哇，好冷啊这个水。爸爸。好冷的，给你摸一下。对呀。哎，小心。冷吗？冷。好，来我们在里面去看一下，
里面这个呢是一个四合院。哇，这就是房子。所以说大家来到这里呢，晚上不回家的话可以在这里住。你看这里有床，有冲凉的，厕所的都有。哇，看这里，然后两个门，那这里可以过去是吗？两个门的话，这个这里也可以过去的，这里可以过去。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么大个的林子？哇！弟弟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林子。不要打开，不要打开，打开了烂了就不值钱了，不要打开了。这个就是三货，这个叫做八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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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款的好独特啊，对，调性比较强。哇，这个底啊，这个底好特别啊，一下子就高了这么多。对，因为这个品牌是我们自己注册的一个品牌。哦，这个是您创建的这个品牌。对对对，然后我们是在香港注册的嘛。然后我们有现在线下有100多家的一个专柜，对，都是在银泰呀、什么。什么大人百货这些品牌，这些商场里面，都是在那个比较高档一点的那个商场里面才有专柜是吧？对。小凤今天先过来看一看，看一下品，然后看一下这个质量。哎呦，喜欢这一款，这款喜欢。对啊，因为它不用拉，这个很喜欢这个，直接在家里面穿是最方便的了。直接这样穿上就进去。是啊，哇，这个舒服。我穿，哎，这个刚好合适我哎。37码是三七。哇，这个好舒服。我就想买一双这样的鞋，以后直接一穿着就可以走了哦。哎呀，哇，好舒服啊，这一双。好舒服啊。这双我也喜欢，现在我有个很大的一个想法，如果把这些鞋全部搬到我的家里面就好了，每天都可以换着不同样的这个鞋子来穿。我觉得女人啊，对鞋子对包包都是无法抗拒的一个事情，何况现在这里看到，你看多漂亮，这个鞋子太美了。我觉得以后呢，我要就是我那个新房不是在装修吗，我以后呢要用一个房间，里面全部放了我的东西，只放我的东西，鞋子啊包包啊那个房间全放我的东西，就像这里一样全部摆满了。看今天出去穿这双，明天穿这一双，那就感觉真是太爽了。你又超级轻，下走路超级轻。好喜欢这双，这双太好看了，是吧？就这一双嘛，这双太好看了。就要我之前这一款呢是比较小清新的，然后比较喜欢它的这个设计，后面有个透气孔，这里呢有个透气孔。然后呢，这个是网纱状的，然后也是有透气孔，噔噔噔，这里也是有透气孔，所以说穿上这个鞋你都不用穿那个凉鞋了，它就很透气。搭衣服它比较方，它就比较百搭，这一款我觉得应该是比较百搭的，然后也是比较轻，它是清爽型的。我看一下我这个上脚效果，这款可以买，这款。这种是果胶的。3900是看这个的。哥，别得罪我，得罪我就看这个 T 好痛哦，这样一击一击。
穿这个是啊，比较淑女是不是？看到你的话是不是？